周柏豪近日公布女女改好名叫做周心月，意思就是希望女女每日都开开心心。而家柏豪成日都留在屋企度凑女，实行有女万事足啊！系啊，有佢，就算佢喊又好，佢怒嘈有投诉都好咧，都觉得好靓啦，都觉得好得意啦，都觉得好正咁样，所以即系太太健康同埋佢健康就已经系最开心嘅。肺部功能是非常之好的，因为佢系嗰个叫声个喊声系成间屋都觉得震啊，系啊，所以都尽快佢一肚饿就即刻俾嘢佢食，避免影响到邻居嘅生活啦，尤其是半夜嘛。听讲女女个样同柏豪细个嗰阵成个饼印咁喎。系啊，我妈咪话好似我细个嘅时候。尤其是個鼻同個嘴，咁啊，希望佢都乖啦，唔好黑爸爸啦。因為個嘴如果同我嘴一樣咧，即係嗌交唔會輸嗰啲。咁啊，如果我同佢嗌交，應該我都會乜都讓佢嘅。咁啊，希望佢做一個有教養嘅小朋友啦。嚴父啊，我覺得只局限於對仔仔啦，女女就嚴到唔到嘅。希望能夠成為佢最好嘅朋友。系啦，咁啊，应该到时可以同佢嘅男朋友咧就打成一片咧，咁我就应该好多情报可以收得到啦，谂好远啦已经。